这边的游戏是不是捧点一丢丢了？因为我们这边老板培养的我们是狼性团队。如何培养出狼一样的团队？问。我给你看看我们队长平时都看什么书，来，不懂带团队你就自己累，打造强悍的狼性团队，向管理要业绩，对，向管理要业绩，如何说员工才会听，怎么带员工才愿干，打造狼性团队不行，大伙儿，我要从今天开始做改变，不懂带团队我就自己累。